有一个新的产品啊，提到这个产品就是雨伞。这个雨伞呢是自动雨伞，防 UV， 防强风。OK， 你看啊，细细长，非常好用的。这个手掌就使开啊，系咪啊？啊，砍未死，这个手掌未使砍啦。所以这个雨伞呢，伊的这个 quality 是真正好的哈，因为哈、哦，这个呢，我拿用的这个。买这个啊，这个是 aluminium， 所以这 aluminium 呢，你看真 strong， 一个真呀顶，然后一个未晒线哈，啊，然后个有真呀好用，就是讲吼，你烘着挂烘来，本本啊，一未吹甲特把你开起来，背起面顶 ，confirm 真呀 strong， 哈、啊，特别咧无布盖咯吼，河山甲人白白飞走去啦，哈、啊，因为那时都是只呀山，你都得。真呀大方个咧，啊，你可能人甲河山会飞走啦，特别伊河山一直飞甲特把你吹，特把你起起个吼。然后一支河山管理你知影，20+号胶尔，真呀便宜哦。啊，然后个好好用，还到 handbag 真呀好使。OK， 然后最新嘅产品介绍了了，而且你往古早是旧嘅产品本嘅，是讲真侪人吼，个唔知讲话人个有存货哈。这个咧河山咯，这个河山咧，伊会做。冷静，佫会使做踱步喎。做咩事咧？除了雨伞，佫会使来做虾米咧？防夹。所以这个雨伞咧，伊是 quality 本真啊 strong， because 咧，伊若是当防夹用的时吼，伊行的时啊，伊真啊扎，因为伊底只树咧真啊 strong 啊。了，这个关节佫会使翘，真会使翘起翘落吼，要啊，除了咱的是骨关节翘。啊，了真侪人熟格吼，去爬山不好用啊，哦，惊死啊，哦，拄着危险会使夹来，啊，做武器。所以这个一支咧，佮有春花，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蓝，一个是红，啊，38号胶呢，啊，了，爱买朋友看咩？因为新回来真紧得了咧，这18号胶新个咧是一个颜色，然后不个颜色咯吼 ，OK 啊，建议大家买来买哦。